哎，那个 GRAPE，所以我们要先念的是 RAPE，好，GRAPES，我们要先念的是 RAPE，好，请你先念 RAPE。来，小孩不是 rap，是 a，所以是 rape。再一次，再加 g。Grape，好，再加 s，grapes，这样懂了吗？可以吗？好，再来哦。好，来下面一个字 snake，请你在 s 跟 n 中间画一条线。好，啊，我们要先念后面的哦，我们要先念后面的字哦。好，来，先念后面的字哦，s 先不念哦，来，要念什么？Snake，好，再加 s，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要念 cave，你看到了吗？cave，你看到了吗？好，请念。恭喜你答错了。a 空格一念什么？k 什么？好，v 在后面，我们念 v，所以就变。Cave，好，cave 是一个山洞的意思。那 grape 是很清楚，对不对？是那个葡萄。那 snake 也很清楚是什么？蛇。好，再来呢，你有没有看到 lake？看到了吗？好，来，请念，来，ready go。好，lake，好，再来，mane。很好，好，再来下一个 C R A N E，你看到了吗？请你在 R 跟 C 中间画一条线。好，所以这要念什么？先念 rain，再加 C。好，crane 就是这种鸟，有点像白鹭鸶的这种鸟。然后那个 man 是那个狮子头上的那个毛，有没有？那个叫什么？鬃毛还是什么毛？好，所以这个叫 man，这样可以吗？好，小孩，请你 grape 是写1，snake 写2，cave 写3，lake 写4，这样你才知道我们要怎么念。grape 是写一，然后 snake 写二，然后 cave 写3，cave 写3，lake 写4，然后 man 写5。然后呢，crane 写六，这样我们念的时候你才知道顺序要怎么念，这样可以吗？可以吗？你都写完了吗？One, two, three, four. Okay, are you ready? Okay, number one. Number one. Grapes. 很好。Number two. Snake. Number three. Cave. Number four. Lake number five, number six, Karen. Okay, is that okay? 好，所以小孩，这是我们所有 A space E 的字。Okay，所以我们现在要给你加分题。Okay，可以吗？好，来，老师，你的第一个字是，来，第一个字是 tape。tape，第一个字是 tape，下一个字是 rake，下一个字是 gate。来，等一下，我会开始跟不是长音的念在一起哦。gate，ca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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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cave cave 好了 save sad S-A-D 好下一题来咯下一题是 cape 哦不对下一题是 cap 下一题是 cap main 听清楚哦这个字 gap open your phonics book to page 7好小孩一样哦好那第一个小孩你还记得 CH 是什么声音吗 chen CH 是什么然后加 AI 是什么气然后 AI 是什么声音 AI 是什么声音小孩告诉我 AI 是什么声音、哦、对不起我还没讲、哦、AI 跟 A space E 是一样的声音所以一样是 A 好来 CHAI 你要怎么念 CHE 对不对然后再加 N 的声音呢 CHING对，没有合嘴巴，没有合嘴巴。这位哥哥没有合嘴巴，你只有两个字母搞不清楚，要把这两个字母搞清楚。M， 来 M， 有没有合嘴巴？有，所以你后面的声音 M 就是要合嘴巴。N 有没有合嘴巴？没有，没有，所以你听到没有合嘴巴的声音就是什么？来，好，那第二个字你有看到吗？来，请你念。等一下，你们写了吗？好 ，number two，bait，啊，这个是 b 跟 d 搞不清楚了。bait 就是鱼饵的意思，钓鱼需要那个鱼饵把鱼钓上来，所以那个叫做 bait。好，来第三个，请你念。tail，没错，那个。尾巴叫做 tail 好 tail 好再来请你把 D 跟 R 中间画一条线好我们后面的先念是什么后面 RAIN 是什么 AI 是什么 RAIN你再念一次 rain 恭喜你答错了你有合嘴巴 rain 对了 rain 好再加 d the rain drain 好是那种小水沟的意思可以吗 drain 好再来把 s 跟 t 中间画一条线所以我们先念前面就好了ways 对不对再加 t waste 好 waste 就是你的腰来贝贝请你过来 fix 再一次 say sell 好刚才你们怎么会念出这么特别的字好我们现在要从 number one 念到 number six Are you ready? I'm ready 好 go Cheese
ch 念什么？起，然后呢？起，然后呢？chen， 好，再来呢？bait， 再来呢 ？ai a tail， 好，再来呢 ？brown， 小孩，这个字是 d， 这是 d。Drain， 好，再来下一个字。Waste， 再一次。Waste， 好，再下一个字。Sail， 可以吗 ？Sail 就是那个船的帆的意思，或是船在航行，叫做 sail。好，可以吗？好，来。Pen, pen, a, b, dog. This. 哪有 this? His. 然后呢 ？Name was Duke. 好了 ，his name was 来小孩 ，D U K E， 对不对？好来 ，U 跟 E 画一条线 ，U 跟 E 下面画一条线。好来 ，U 跟 E 下面画一条线。好，这样子小孩子给你看。好 ，U space E 我们念 U， 所以 D U K E 我们要念什么？要念什么 ？Duke。好，所以呢 ，Pam。好来，我先 ，This is Pam and this is Duke. Please write Pam and Duke.Ready, go. Pam had a big dog. His name was Duke. 好，小孩，你回去，如果你还是念 Pam had a big dog， 会被我退货，请你要念快一点。Pam had a dog， 不能念 Pam had。A big dog， 这个太慢会被我退货，知道了吗？好，再来下一句。He, man 吗？确定吗？第一页的第二句，请你再念一次。Name 很好。Was Duke， 很好，可以哈。好来 ，page two， 好来 ，ready go。Pam and Duke went home。Okay， this is home， right？ Home。好，所以 home 呢是家的意思，所以 Pam and Duke ran home， 他们什么跑回家 ？OK， 好 ，ready？ OK， one more time， page two， one more time， are you ready？ OK， ready， go。Pam and Duke ran home。好 ，page three。Page three. Okay, ready? Go. Jim had made 小孩 A 空格 E 是什么 ？Made， 所以是什么 ？Made a cake. A cake， 很好。I like cake. I la 什么？那怎么会有 I la？ I like.Said Pam. Pam. Okay, this is Jim. This is cake. So write Jim, write cake.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还没讲 ？OK， page three， ready go。I like cake. Say it, Pam. I like cake. Say it, Pam. 可以吗？好，可以。好，最后一页哦，最后一页哦。好，但是小孩，这一次我们不会念给你们写，因为有一点点难，怕你们写不出来。回去稍微练习一下，我们下次才念给你们加分题。好，来 ，page four， page four， ready go。等一下，再一次。来，医生，我要看你的嘴巴。对 ，Pam， 然后呢 ？Eat， 哪有 eat？ At 吗？不对，是什么 ？Eat， 然后呢 ？Cake， 啊哈。好，来 ，Pam ate the cake. Duke did not get cake. 所以呢 ，Pam 呢就吃了蛋糕，但是 Duke 没有拿到蛋糕。小孩，如果他们很多人都在吃蛋糕，可是你没有拿到蛋糕，你会有什么感觉 ？Sad， 对不对？会有点难过，就想说怎么没有分我吃，对不对？我想那个 Duke 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好，来 ，Page four， one more time. Are you ready?他都没说话。哎，主人，我没有吃到蛋糕，你可以给我一块吗？好，来，来 ，page four， one more time， ready go。Pam ate， 然后呢 ？The cake， 啊哈。Duke， 然后呢 ？Did get cake。好，所以你看，小心你看一下，哎，这个字 ，reading， 好，这个字呢？哎，等一下，我在录吗？好像没。有录哈，好来 ，reading， 好，再来，这个是什么 ？Sleeping， 再来，这个是什么 ？Watching TV， 再来，这个是什么？Eating， 再来这是什么 ？Playing， 再来这是什么 ？Dancing， 再来这是什么 ？Coloring， 这个是什么 ？Painting， 刚才是不是教过了 ？Painting， 好，我们要做一件事，加分题。对，我们要加分题，我们的加分题是这样的。小孩，你还记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Coloring。小孩，这不是，这完全不是 color。Painting。这个是用水彩画，所以它是什么 ？Painting。好，那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吗 ？Sleeping。Sleeping， 哈、哦，好。来，小孩，这个我们用来做 coloring， 因为 coloring 很难找，我下次会找到一个图，让你们知道它就是只有那个在画。好，再来，这是什么 ？Eating。好，再来。Dancing， 好，再来这是什么 ？Dancing， 再来这是什么 ？Playing， 好，我少了东西。好，我们先玩这个，然后呢，我们老师等一下呢要玩的方法就是两个人来玩，然后这要怎么敲？老师念哪一个，你就要把图跟那个字放在一起。这样懂了吗？有听懂了吗？好，可以哈。看起来很好玩哦，我们等一下就知道好不好玩的。好，来，来，这次的句子有两种写法，一种就是 I am reading， 或是 I'm reading。哦，然后呢，我们的作业簿的一三五七九你就写 I am， 那二四六八十就写 I， 这样可不可以？所以我现在要请你把 activity book 拿出来， open your activity book to page， open your activity book to page
page 35，请你写四题，先给老师看，好不好？先写四题，好，可以吗？好，第四题是跑步，对不对？你的 activity book 的第四题是跑步，对不对？那跑步是什么？ Run， 对不对？可是他正在跑步，来哦，他正在跑步哦，叫做 running。好，这个是第四题你要写的。好，那现在我要请你赶快翻一下你的课本，后面是回家你要写的东西，有没有哪一题是你不会？你赶快问，所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对不对？这样你回家才会写，是吧？赶快找一下有没有一题是你不会写的。有没有哪一题是你不会写的？那如果没有，我就不告诉你，你就要回家自己想办法咯。家长不可以帮助他们哦，他们如果没有问，你在那边问就好了，不用来前面问。对，哪一题是你觉得你不会的？第十三题是双脚跳还是单脚跳？你觉得呢？你看他的脚是双脚跳还是单脚跳呢？等一下，那小孩不是有一题是单脚跳吗？那我还会再出一题不一样的图让你跳单脚跳吗？你觉得？好，所以哪一题是有问题的？赶快问。我其他的不会了，来，赶快哦，你赶快看一下有没有哪一题是你不会写的哦。有人需要问吗？那没有。没有，我就不好。第几题？第十题。第十题吗？老师来看一下第十题长得什么样子呢？好，第十题，好，第十题，他正在单脚跳，对不对？小孩，你还记得单脚跳是什么吗？单脚跳是什么 ？Hop， 对不对？Hop， 对不对？但是正在跳，正在单脚跳，叫做 hopping。所以，请你现在先把这个字写在这个图的旁边或下面，这样子你回家才会写。好，现在请你先把这个字写在这个图的旁边或下面，这样子你回家才会写。好，那请问一下，还有哪一题是你不会写的吗？好，来，你要告诉我哪一个不会？哦，十一题。好，十一题是什么？十一题是什么？在放风筝，对不对？对。所以放风筝的英文是什么？这我们教过了，不是 ？Fly kite， 恭喜你答错了。是什么？赶快翻课本，课本哪里有这个动作？课本的哪里有这个动作？不，他不是说他没课本，你自己有课本没有课本你自己不知道。来，在哪里有放风筝的动作？在哪一课？在哪一课有这个动作？小孩，所以你不能学了。Flay a kite， 恭喜你，你答错了。哪有 flay？ 我应该没有教过 flay 这个字吧？好 ，fly a kite， 对不对？好 ，fly a kite， 对不对？好，小孩，这个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个字，就变成 fly in a kite。好，先不要抄，先赶快看还有没有哪一个字是你不会的。我们先把它都讲完，这样你回家才知道怎么写。哪一题不会？十三题，十三题是在干嘛？双脚跳，双脚跳的英文是什么？跳 ，jump， 对不对 ？jump， 对吧？好 ，jump， 我们再来加 ing， 变成 jumping，
jumping， 十二题也不会吗？好，十二题是什么？十二题是骑脚踏车，对不对？骑脚踏车的英文是什么？骑脚踏车的英文是什么？小安，你还记得骑脚踏车的英文是什么吗？ Ride a bike。 Ride a bike。 好，这里比较特别哦，这个一因为有加 ing 的关系会被去掉哦，所以它就变成 riding a bike。 好，可以吗？好，这些都可以抄上去了。什么是第二题？第二题哪里有问题？我看一下第二题的问题是什么。第二题是什么？他在读书啊，这个完全可以，怎么会不会写？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